火罐袋菊分布在台湾中高海拔山区，像阿里山、大雪山、合欢山、太平山，只有要有冷山或铁山林的地方，不难见到它们的踪影。火罐袋菊公鸟头上是橘红色羽毛，开罐时就像一抹火焰，宛如戴上一朵盛开的菊花，因此得名火罐袋菊，是台湾特有种鸟类。火罐袋菊，活跃的小型鸟，眼睛周围有深色斑，使它看起来像熊猫。橄榄黄色，有清晰的黑白头部图案和火焰般的冠，冠羽常在被打扰时竖起，栖于高海拔针叶林和更开阔的、有着发育不良的灌木和常绿植被的地区。觅食的动作很疯狂，常收集采摘和盘旋，发出高音调的清晰耳语声，以及更响亮刺耳的高音调鸣唱。